所以我们器材出了一点问题，稍等一下哦。好，这时候我要上来了。嗨，叶善。对，因为没有满足你有麦克风啊，还是叶师，你有帮我讲话吗？我讲话。麦克风讲话。可以 say hello 吗？大声一点 ，Hello，Hello， 你是？跟他讲，跟我讲吧。我陈先生。好，陈先生，谢谢陈先生。那今天爸爸妈妈要来吗？在哪里？上面吗？我爸上面。哦，对了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刚才打鼓的是他的妹妹。妹妹在哪边？不变吗 ？OK。好，要好好爱护妹妹，不要欺负妹妹，好吗？你确定？哎，哦，好，看来有八卦了。好，我们不要再多说了，让我们听这首歌曲吧。你有什么？